西郎啊，我无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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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西郎。阮无咧醉啊，不知是伫咧醉啥社会呀喂。酒店的妹妹真少年呀，阮无的面皮了了啊娘喂哦。娘喂，我一个水某卖好念呀，乎你念到强要气消娘喂。人的老婆温柔体贴，阮无是痴迷了个阿娘话哦。恁爸咧趁钱来做好事 ，SK two 好你我免钱，只要你伫厝。好水水，卖阁对工对我洗洗了。Dance 老师，谢谢。哇，有帅有帅，太帅了！哇，是这个狮子小一点，看起来像猫，对，像猫啊，擦下嘴。哎，而且它里面真的好多巧思哎，对，从一开始进来就有经验嘞，哈。对啊，哈，而且还 SK two 哈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编辑，好编辑，好编辑哎，啊，你讲什么沙黑啥？你是你念念啥会？啊，哪讲这只鸟嘛吼？这家娘实在有厉害，你知道？一位出来开戏的整个梗，还有他的词哦，你写的词写的比阿德老师好，非常有梗。那个，恁爸趁钱来做戏啊 ，SK都无你外边钱，迄个尴尬，我就觉得真的，你有真正拿捏到说，起码有真济爸爸，真济男人，在这个社会上咧走条线，真正是做甲要死，啊，当下嘴瓜互某细细念，啊，某无念挡袂牢，因为某已经挡一工啊，哦，挡一工拢无人好讲嘛，哎呀，啊，所以那个感觉，那个画面好强烈，而且你融合了这个狮子，我觉得融合的非常非常的有梗，非常非常好，真的你是个天才，加油！谢谢谢谢，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
陈梦贤，你觉得你哪句歌词写的比我好嘞？讲啊，你讲啊。比如说你写的《吹沙》那句，我觉得很好啊。欸，你小心讲话，他有一票哦。没关系，反正你已经讲出来了。梦贤，这谢谢念，敢是你的心声，还是你别人的声？你该讲。别人的心声啦。真吗？真的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。其实创作是这样子，创作它是要经过一个过程，慢慢去沉淀。好像阿德老师这种前浪呢，就比较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就是你这种后浪就会要学习前浪了。老人家走的比较慢的时候，你要给他撒着，好，多学学他的词。对，因为其实像阿德老师写词，他是有很多那个隐喻在里面。但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词让我很感动，因为你有把我的心声写进去。哪一句？重点。哇，老师，你的部分是哪一句？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哦。哎呀，所以我看不啊，麦克要开机哈，叹气，真的就辛苦哎。